見到後面復仇者齊曬人啦，咁到底係點解呢？原來係因為為咗慶祝 Marvel Studios 就係十週年，以及復仇者三就係上映咧，咁喺又一城呢度咧就有一個 Marvel 展，咁大家可以喺呢度啊同深野英雄影相之外咧，仲有好多精品賣，咁之後就等我帶大家睇下有咩睇啦。咁一望就知啊，咁我面前咧就由 Hot Toy 推出嘅1:6復仇者 figure。咁咧，佢哋咧就包括有美國隊長啊、黑寡婦啊同埋 Iron Spider， 咁呢三個角色咧將會用電影嘅新造型推出。咁大家咧可以喺會場度咧率先就預訂到呢個美國隊長特別版。咁訂呢個美國隊長特別版咧，佢就會送一個送埋 Iron Spider， 即係我眼前呢個 figure 仔，咁俾你重現電影之中嘅造型。除此之外咧，現場咧仲會有 Hot Toy 推出嘅1:4無限手套 figure， 咁俾大家買翻屋企珍藏。啱啱就自拍完，咁個展咧就今日去到5月8號為止。最近嘅朋友，咁不妨上映之前嚟一次，上映之後又嚟多次啦。